你们就只在这儿学吗？嗯。采的不少哦。哪里嘛？你看能捡出来挖的。弄锄头挖的啊。啊。也切不上啊。哇，这生菜瓜大一个个的呢。能锄头挖的，哇呀！嗯，那活挺厉害。可以吗？那绳子啊？可以，你不买那么便宜嘛？市场上卖15块钱一斤那啥不说？那便宜到应好像是20样哦。哈哈哈哈哈！便宜哈。嗯。那都不行。这两个阿姨这儿扯绳子扯得起，就这儿学的，还对嘎。这个样子背起回去还轻松一点点。背出来轻松些。远你们啥的啊？背两下的，哦，这个绳子收拾的还怪好嘛，一根一根的哈，好公斤了。免得那个，免得把电的弄断的。那也是，我看你弄的还是、哦、弄的还是怪好啊，真的弄的好。啊。弄的比较下细，这个样子一根根的放起的。哦。好端正了。人家回去再弄的公斤就好。啊。切的不少嘞，有20斤呐、啊。那切的那全部的，好像不掉。今天没的，我们昨天还不咋的，昨天切的还多的、哦。你们几点钟出的门？早上7点、8点钟走的。哦，那还可以。我们该走一个多小时。我们还走上来的，还走好远些。还走一个多小时啊？是吧？嗯，那是，那个距离是有点远。学的也是对的，免得背起重的很噶。背起远的，我那远很多，你背回去把你累得平了。嗯，确实，这个手工活做的还怪好，你看很顺。一般的人还真还整不来。整不来，就那么整不来，只是他没得那么下细。也好，时间也过多了。我还有一包包嘞。啊。真是天然的。对，这些东西农村的这些东西还是好，是好啊。底下虽说那是新鲜，我说那个农药种的不得了。啊。但是一个绳子，那就说真的，那就是正儿八经的木工还的。啊，是啊。也啥都是自己长的，坡上野生的。对。切点半天，自己都得吃。自己吃，嘎。有时间有多的嘞，有人来买，价钱好的可以卖点儿。那也是。也没靠那个卖钱，主要是太远了，走的太远了。我们扯那个远了，扯那个老火的也不容易。那你们慢慢学哦。要的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小二。今天啊，我们又上山了。今天在山上来收绳子啊。刚才那两个阿姨在跟他山上扯的绳子，这是现场性的学。只是说那个方向不一样，不然的话我们就把他们捎上一截。这会儿的话我们走前头去啊，顺那个大路去看一下。你才看清了我自己，看山岸川才看见了美丽，金砖瑶柱和你的身影，树影长。才回来，切不到。我点哦。切到的。切到的。切的。切不到我们的呀。这也磨的好多啊。是磨多。那他们都还没回来呢。他们还没回来。大部分没回来。那也是，这两天嘛，按理说好切了嘛。不好切。不好吃，香港都没得，才吃啥不啊？啊，吃吧。哎，我们吃到饭的哟。吃个饼子。不要，谢谢谢谢。来吧来吧。谢谢，我们吃三两个吃到饭才走的。姐哦，姐不。那也正常。哎，要的。你来早上。来早上。半点多没回来。半点。在明早上的茶分量以上合适。早上。都学出来了。我们就是想等到黑了。一下拉回去，早上起来就好选，晓不嘛？选到就好发起走。那一边等不得，等不得。啊，莫外头等到12点钟都无所谓啊。那不得更不得行。12点都不得行啊？不得行，不得行。今天我估计差不多12点都不得行，噶。不得行。那主任姐都还没回来。那也是，你们回来的还怪早啊。哎，才不。这是两个人扯的啊。他一个人扯的，我没扯。哦，
那也是，这是没好大个收获噶，今天噶，今天收获不行，啊，你慢慢吃，嗯，啊，我走了哈，先走了，你的也还要一些，拉倒，哎，走，走了哈，哎，慢走啊，哎哎哎。还在坡上，啊，还没回来。哦。哦哦哦。哦，今早上买的了吗？今早上买的了，就是今天回来才有啊。哦，趁着雪噶。今天水啊，冬才回来。所以，切的还不少啊。那我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没水呀，才弄屋啊，才弄屋啊，嗯，哇，你早这么天来，来早的，早上好久骑车的啊，出的门，今天九点钟出门了，早上那个这两天天气的，早上可以早点出门，还是早点回来，小雨花，那个猪，还喂点猪牛啊，哦。今天个出门出的有点早啊，哈，啊，这好多老百姓才把这个笋子才切回来啊，正在学。刚才一个老人家说的是，要想买笋子的话，就要等到晚上11点。要11点个，那边都还有好多还没有回来哟。还没回来，总的是还都还没有回来呀，啊。回来歇歇水。可是我们回来早。你们回来早，喂的几个猪啊？两个。还喂点牛个。嗯。哦。那是要回来早点有头口噶，头口，那你们慢慢学哈，我先过去喽，嗯，好，交流嘛，哎，我要要，你晚上过点就有吼声哈，有吼哈，嗯，晚上过点吼一声嘛，嗯，要的，我先走那边去看看嘛，嗯，考试，我这真是考上试的，9点多就考了，9点多嘛，我这就睡了嘞，哎，要的，哎，那好，那慢慢学哈，嗯，哎。来的太早了，朋友们。这个老人家啊，他说他们家里的孙子差不多9点钟就能煮出来，叫我们就走前头继续的看了。